听说披城下面有宝藏，地宫的门已经露出来了，这把就去探险去。哎，披城这风水宝地三个队友没个跟我。Oh no！ 可惜了。这个是入口，对面的那个是出口。先来看看这里，这里有个阅读，点一下就会出来一封信，内容是这样的，那你们自己看吧。行了，开门进去看看，别等一下有人来堵我了。Oh no！ 刚进门走几步，这里就发现一个宝箱。好家伙，里面都是高级物资，一把 AUG， 一把大菠萝，还有两套三级甲。拿着防身继续向前，这里有两个石人，碰了一下他们就走了。这里还有水晶球，我研究了半天才知道怎么玩，靠近它会有个操控按键，点一下它就会转一点方向。玩得好一会儿才搞懂，需要把他们的光束给连接起来，等连接成一条线，右边的石门就打开了。刚进这个门有两个石头人，戳了一下他们就走了，我还以为这是好东西，点了一下还咬了我一口。这石头人走后还掉了东西了，可以拿一下。这个宝箱也会掉了东西。再往后走就来到了电影中的情节，这地方我在电影里看过，有的是空的，有的可以站上，反正摔不死，可以多试几次。没试几次啊，我就找到了路。这次是在靠墙的这里，我不知道每把是不是一样的。明明可以直接跳过去，我多此一举。再来。呀，脚滑了，再来。这次成功跳了过来，还捡到了一个法老师吧。哦，拿在手里可以恢复周围队友的能量，可惜三个队友都祭天了，享受不到了。外面有人，先摸出去看看。估计是来夺宝的，这边都没，肯定从入口进去了。过去看看。呀，车还在这里，人肯定进去了。Oh no！ 来，现在想到用车把洞口堵住的，扣个一，我看有多少和我一样阴险的。大兄弟，逮不住了，你在里面好好玩会儿，石板可以多跳一会儿。这份儿太大了。把车停斜着，然后打爆。再赶紧过去，把另一个洞口给堵了。老样子，把车打爆。刚好子弹快用完了，来了一个高手送子弹。这个捡完又来一个，但是这个。乖乖，这他喵是粽子跑出来了吧？这么真实的吗？咦，不见了！不会我一回头在我后面盯着我吧？我已经脑补出来恐怖电影的情节了。呀，草率，原来是在石头后面。先打了，拿点子弹，过来洞口看看情况。果然堵住他了。别跳了，没有呢。看看他会想出啥办法。呀，自雷了。怎么突然感觉我太阴险？听听他有没有遗言。啊，他队友来了。Oh no！ 先撤，蹲这里，让他队友进去救。不对，车在左边，换个位置。我去，直接过来了。妈，刚才子弹卡壳了，打了好几发空弹。Oh no！ 还好还好，差点没，赶紧过去吃点药。一跳，这队没了。但是我觉得这里应该可以跳进去，离太近跳不上去，要往后来点重卡酝酿一下。上去的瞬间，电击趴下。哎，这不是轻轻松松就过来了？还有包可以舔。但我好像忘了一件事，咋出的？找了找不到的，你还在想些什么？当时还有50多人，我一直在这跳，想尽了各种办法，跳了整整77、81分钟。嗯，跳到了还有12个人，我终于把自己跳没了。有大神能从这里面咔巴个出去的，记得告诉我一下，万一以后被人堵里面了，还能用得着。